春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是来介绍一个建案好文章诶。因为我知影伊对公共建筑设计真有兴趣嘛，就有研究诶。啊，拄好我大学有一个足好诶朋友，伊诶爸爸最近是要做一个博物馆诶工程，我是要介绍伊甲文章合作。博物馆？对了，是一个私人收藏家想要去一个博物馆伫个山顶。这个收藏家我听过伊诶名，品味阁袂歹。我想讲，这个建案是一个真好机会，会当互我大展身手啊。文章，会当听你安尼讲，真正足好呢。我看你倒来台湾了后，接个建案拢是以前做过的，所以我一听阮朋友讲伊爸爸要接这个工程的时阵，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你了。对，多谢。对啦，你以前嘛常常四处带我去看美术馆啊、博物馆啊。这届你若会当家己设计一个，我相信你连设计较就好。哇，文章，你真正无咧软个呢！哇，你开始厉害咧，遐侪人烧钱要找你设计建案哦。哦，我有你这个囝婿，真正连行路都有风咧。啊，爸，坐啦，来，来。你怎会介绍这款建案给文章啊？文章绝对不可能接这款 case 的啊！我拄则听你讲起来，看你阿孙，你是介绍什么图书馆啊，还是文化中心的建案给文章的？我是建萌姐啊，你刚有唱过 KTV？ 当然有唱过啊。哦，啊，唔就好，刚才你有唱。啊，无我搁听阵讲恁这种跳舞的艺术家，拢唔捌甲朋友相招去唱歌。啊，那你搁借问一下吼，你若是甲恁朋友约要聚会，还是庆祝生日，你是要伫博物馆，还是要伫 KTV 休闲会馆？你问我这是要创啥？我只不过是想要甲你讲，就参像阮爸拄只讲的。KTV 啊，搁有博物馆哦，拢共款是休闲娱乐的场所。而且去唱 KTV 比写博物馆，搁较好，互人会当舒压，会当互人心情放轻松。所在，我看你也是卖搁免讲文章了啦。啊，这两个竟然比起来，文章伊绝对会选博物馆的。啊，毕竟哦，博物馆个气质较好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讲去唱 KTV 的人拢无气质啊？嘉纯，我拜托你莫这么敏感好不好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而且你是文章的太太，我相信你应该嘛希望你的翁婿当选一个伊做起来欢喜，嘛会当有成就感的贱男啊。我当然尊重伊的选择，你也毋是伊啊，你无需要代替伊讲遐济话。我虽然不是伊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，就代表伊的品味。就参照选伴侣，那是 KTV 啊，搁有博物馆比起来，还是博物馆跟文章的气质较好。对了，嘉纯以前拢真尊重我，伊绝对袂逼我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。